请掀开经本。日天子长行的第四句，敬宝月天子，得修一切苦恨，身心欢喜。解脱门。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为我们提示，修一切等者，一智导悲，为无受苦，故生欢喜。注的文字不多，意趣都表达出来了，这正是我们现前应当学习的。苦行，特别呢，是在我们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苦人多啊。我们永远要记住啊，世间聪明人很多，有智慧的人很多，都知道社会贫富不均，居力太大了，这总是社会动乱的根源。这些四象啊，确实是被他们看出来。可是如何来挽救呢？这个事情说来就不容易。如果不能够示现与一切苦难众生同甘苦共患难，就很不容易达到社会稳定的需求。古圣先王在上古的时候，帝王诸侯跟人民生活差距不大了，所以中国历史上多赞叹三皇五帝，他们的政绩，他们的德行，永远是后世的好榜样。可是后世人疏忽了，说起来很敬仰，很佩服，而事实上没有去做。在佛法里面，释迦牟尼佛与诸大菩萨，我们在经论里头常常念到
皈依佛二祖尊。祖是满足，圆满的意思。二就是讲的福报跟智慧这两桩事情。佛的福报圆满了，我们在华严经上看到，古人常说，不读华严，不知道佛家的富贵。我们读往生经看到了，世尊给我们描绘西方极乐世界的富贵，诸佛菩萨是生活在那里，所以如来果地上的富贵，不但我们人间不能比，天上也找不到。佛法提到天人的富贵，大梵天王，更高的摩西首罗天王，他们那种富贵，我们在无量寿经上看到。你看西方极乐世界，下下品往生的平民都不如啊。可是佛菩萨在我们这个世间应化教导一切众生，都崇尚苦行，我们想，世尊何以不以王子的身份来教化众生？无论从理从事上来讲，都可以这么做法。为魔长者示现的在家佛，释迦牟尼佛为什么不现个在家佛呢？这是什么意思？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待众生苦啊，这个意味深长啊。他那种苦行是为众生的，所以他实现的出家，实现的修道苦行，这个诸位都知道，八相成道，为一切众生做事实现啊，另一些苦难的众生，未曾修福的众生，看到佛的形象也能够相信自己有得度的机缘，
如果佛要事先王子身份来推行这个教学，受惠的人就少了。这些贫贱无福的人不敢接近佛陀就像贫贱之人看到富贵人不敢接近一个道理所以佛示现呢，和他们同样的贫贱他们看到欢喜接近了这叫待众生苦修一切苦行。我们反复看到他苦啊，生活太苦了。可是佛菩萨自己没有觉得苦，反而身心欢喜。佛在经上给我们说了，凡夫享受有五种，苦乐忧喜舍，有这五种啊。身有苦受，有乐受；心有忧有喜。身心暂时停住了苦乐忧喜，这个状况叫舍受舍是暂时的，不是永久的，永久的就叫三昧了，叫正受了它是暂时，不是永久。比如四禅天人、四空天人，他是舍受四空天到了极处非想非非想天，他的舍受的时间多长呢？佛在经上告诉我们，八万大劫，这个时间不可思议啊！诸位要晓得。一个大劫是一个世界的尘住坏空，换一句话说，世界尘处坏空八万次，他还保持他的舍受可是八万大劫之后呢，他的定功会失掉失掉啊，又恢复了苦乐忧喜，又搞这套脱不了六道轮回佛将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出来，这个事实真相世间所有的宗教家都没说过只有佛把这个事实给我们说出来了所以我们要发心求正受正受是诸佛菩萨的享受，那个里头是真乐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乐，诸位同修要记住，不是苦乐之乐苦乐之乐是相对的，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乐是绝对的，不是相对的它是五种受通通没有，那才叫真乐。所以苦乐之乐了不是乐，不是真的，
佛家叫坏苦，乐是坏苦。所以讲苦苦、坏苦、行苦，这才说三界痛苦。这个三界包括无色界天。此地甚行欢喜，这是真乐。所以身心欢喜，我们绝不能够把它错解了。化身大师才有啊。四圣法界里面有这个欢喜，还说不上身心。加上身心这两个字，决定是化身大师。一真法界里头的人才有。那么从这一句我们就能体会到了，净宝月天子，这是日天子，不是凡夫啊，不是真的在修一切苦行啊，示现啊，表演给我们看的，诸佛如来的化身。决定不是凡人。所以在这个经上，我们看到每一个出席华严海会的大众，通通都是诸佛菩萨化身，真的是应以什么身得度，佛菩萨就是示现什么样的身相。观察众生的根基，哪一个法门可以帮助他开悟正果，就给他宣说哪一个法门。随类化身，应机说法。我们今天虽然没有这个智慧，没有这个能力，还是要学，总不能说不学了，尽量啊要学得像，要懂得观机，我们要应机说法，不但要应机说法，还要随顺一切的众生根性。我们想想应当用什么样的身份。我们不能够变化这个身的形状嘛，但是换个身份是可以的。在某一种场合用某一种身份。用得很恰当，就能够得大众欢喜心啊。与一切大众从心理上取得共鸣，设法契机，这个才能真正令一切众生得殊胜的利益。世间人
认为这是苦行，一切苦行是世间人看到的。佛菩萨绝对没有这个苦乐的念头。为什么呢？佛菩萨无我，众生为什么有苦乐？众生有我，有我你就要受苦乐有喜，没有我，诸位想想，苦乐有喜谁受？所以佛菩萨是示现，决定没有受。示现凡夫，示现其实，其实佛菩萨常住一真法界。常住即光净土。这是事实真相。诸佛的常寂光净土跟我们这个凡圣同居土是一不是二。凡圣不隔毫端。所以华藏世界在哪里？极乐世界在哪里？我们这个地方就是啊。你为什么见不到呢？你的念头没转过来。就好像我们看电视，在电视荧幕里头，极乐世界也在这个荧幕里面出现了，娑婆世界还是这个荧幕出现了，频道不一样。我们播频道就是转变了。我们今天是轮回性，所以把一真法界，把华藏极乐变成我们现在的苦世界。我们先前这个状况啊，如果把轮回性转变成菩提心，这个画面呢马上就变了，就变成极乐世界了，就变成华藏世界了，像是虚幻的，不是真实的。像是随心转变，江湖上看相算命的人都会说相随心转，你要好相，你要先起好心呐，心好相就好了嘛。所以我常讲心善，心善，心善，心是真心，心就善了，
真心善，妄心就不善了。那么我说的性不是本性，本性是真心。我讲性善呢，这个性是习性。习性里头有善恶，习性是佛家讲的识啊。本性是本有的，习性是修的。落实就是行善，我们的行为就善。佛给我们说这个善的标准，凡是为利益一切众生的，这个行是善的；凡是为利益自己的，这个行是恶的。佛家善恶标准定在此地。你要问为什么佛要这个定法，它很有道理，因为为我决定有自私自利，决定有贪嗔痴慢，决定引发我爱、我见，我慢、我痴。相宗里面讲的四大烦恼常相随呀，只要有丝毫的我执，执着有我，你决定是这个四大烦恼常相随。那个我爱就是贪呐。所以佛说之恶啊，你的念头、心的念头上有我，就是恶，这是根本的一个恶念。所有一切恶法都从这个念头升起的，诸佛菩萨没有了。没有恶念呢，才是个善人呢。大乘经上常常念到的善男子、善女人啊，我常常讲经啊，一再重复提起这两句啊。经上说的善男子、善女人，我够不够资格？是不是其中的一份子？仔细读读佛经，摇摇头，不是啊。尤其是大乘经，为什么不是呢？我们还有我执，还有妄想分别之处。所以大乘经上，尤其是华严经上，佛称的善男子、善女人是指谁呀？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才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华严会上众生的机感
清凉大师为我们说了十种啊，十种里面，包括我们在。我们是属于愿为，不是当机，当机是发生大事。愿为是什么呢？给我们阿赖耶识里种一点华严的种子，我们读诵听讲，心里面升起敬仰之心，这是阿赖耶识里头下种子。可是我们这些众生里面，不能说没有善根深厚的。无量劫来常常修学这个法门，这个是经上讲的善根福德因缘深厚。这样根性的人，虽然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如果他欲语言殊胜，善导大师讲得好啊，他是在《无量寿经》上讲的，讲到九品往生，总在欲语言不同。我们将他这句话意思引申来说，我们有缘分读到华严经，听到华严经，能不能契入佛的境界，也是语言不同。如果根性好的人，根性好的人读诵感动的深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听人家讲，也有时候自己见到读经听经的人啊，感动的嚎啕大哭啊，感动的是一毛直竖。这什么缘故？过去生中的善根显示的。佛在《无量寿经》上讲，这个经是我们常常读诵的。如果善根福德真的厚，他这一感动啊，他就回头，他就醒悟过来了，能够常听不间断地听，这个熏习的力量就大了。使他善根福德将成熟还未成熟，
遇到这个因缘呢，把他成熟的这个机缘提前，这是可以做得到的。所以诸佛菩萨为众生示现，从来没有中断过，从来没有休止过，只是没有人提醒我。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茫然不觉，大好机缘当面错过，这是我们自己的过失，不能怪别人。可是缘，实在讲呢，是第一个因素。现在今天流通的很普遍，不难得到，但是得到之后啊，看不懂。看不懂就不想看了，这缘就断掉。这种人占大多数，看不懂还是要看，这种人少数啊。一遍不懂，两遍，两遍不懂，三遍。古人说，读书千遍，其义自见。我们的根性不如古人，一千遍不行，还是不懂。加十倍，一万遍；再加十倍，百万遍，你准开悟。我怎么敢断定你一定开悟呢？因为你心定了。诸位要晓得，真智慧是从定心里头生的。只要你肯一门深入啊，长时间的熏修，哪有不得定、不开慧的道理呢？今人不能开慧、不能得定，是修得太多了，贪心贪多。谚语所谓的贪多嚼不烂了。不是他不用功啊，他也很努力很发奋很用功啊。全是凡夫之见，全是轮回心。所以入不了佛的境界。诸位要知道，无量法门我们专修一门也是苦行啊。那人家学到那么多，我们在搞一样，好像比人都不如啊，也是属于苦行。可是你要苦到底，你才出得了头。不成三昧，不开智慧，不得解脱，决定不放弃，这个人走的是成功之道啊，是成佛之道啊。这个法门学了一段时期不行，再换个法门吧。
常常换法门，到最后就是一门都不能成就。为什么呢？心是乱的。情绪是乱的。所以诸位要记住，定于一就成功了。哪个法门都一样。这个我们在华严经得到证实啊。你看看每一位善知识，他们所修的法门不一样啊。这一段讲日天子，举了11个人做代表，11个人每个人修的法门都不一样。前面我们读过知足天王、10分天王、33天王，这是大的族类，不同的族类啊，每一个族类里面至少给我们举出10尊啊，有的时候11人。族类里头又有族群呐，各个所修行的法门不一样啊。让我们从这个地方体会，法门平等，无有高下。要怎么样才能成就呢？不要忘记一切苦行，一切苦行里头最重要的一个暗示，决定不能贪图世出世间的乐受。为什么呢？增长贪心。我们要断的是贪嗔痴慢。如果这个外缘啊会助长我们的贪嗔痴慢，这就坏了。所以在我们这个世界，无论是法佛法，苦行成功的人多。在苦难当中能够奋发努力向上，这能出人头地。你再看看富贵人家的子弟，在历史上能出人头地的人太少了，不是没有，不成比例。英雄豪杰都是在苦难环境里面磨练成的。这是我们这个世间人的根基。所以诸佛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事先苦行占10之89啊。这就说明这个世间苦人多啊，富贵的人少啊。所以事先富贵身份的这样的佛菩萨比例就占少数了。还是要实现，为什么呢？要不实现呢，富贵那一类的众生度不了。所以
佛法到末法时期，《法华经》上说得好啊，末法时期要弘扬大乘啊，什么原因呢？大乘的思想是开放的，民主自由开放，与这个时代相应。小乘是封闭的，非常适合古时候封建的时代。所以那个时候小乘发达，现在在现前这个社会，你要叫人严格的持戒，给他许许多多规矩约束，他一看就怕害怕了。我初学佛的时候，我有一些同事长官看到佛教里头，那个时候我带了一本沙弥律仪真注，很多同学看过，他们一翻啊，这还得了啊，动不动就有罪啊，这不能学啊，不奇迹啊，看到就吓死了，赶紧退出了。所以这些人要给什么给他看呢？给善财童子五十三参给他看，他一看啊，这个行，这个我也可以。就在我们这个世界呢，佛的正法、相法、末法根基都不相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现在人他想的是什么，他念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你通通都要明了，然后你帮助他才能够切离其极。要他欢喜接受。你看看在现在社会，如果说我们说佛教是宗教，排斥的人就多了。世间信仰宗教的人很多，凡是信仰宗教人都给你画一道界限。我们信仰一个宗教，信仰一个神，决定不能夹杂，决定不可以叛变。跟佛法永远这个缘断掉了。佛在经上讲，这个缘稀有难逢啊，宗教不难逢。得人生就有机会接触宗教，佛法不容易。百千万劫难遭遇。一定要有慈悲心。要修一切苦行，苦行就是忍耐，忍就苦啊。要恒顺众生，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就是一切苦行。所以我们首先要认识清楚，佛法是佛陀的教育，是佛陀的教学，就整个华严经来看，非常清楚，非常明显，这里面所说的就是现在西方人所讲的多元文化社会教育。
我们用现代的观点来跟释迦牟尼佛定位，他在这个社会是什么地位，是什么身份。他不是神，他也不是仙，他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一生牺牲奉献，做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模范工作者。这样让所有的宗教徒都没有界限，都有机会来接收释迦牟尼佛至善圆满的教学。这是应机说法，这是佛家常常讲的普度众生啊。四弘誓愿第一条，众生无边誓愿度啊。众生无边是无量无边的，这个里头不分族类，不分族群，不分宗教，不分国籍，平等的得度，度是什么意思？用现在的话就是服务啊，我们对他们平等的服务，决定没有差别。服务里面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帮助他彻底明了宇宙人生的真相。明了宇宙人生真相的人，我们称他做佛，称他做菩萨。所以佛菩萨是明白宇宙人生真相的人，不了解事实真相，我们称他做凡夫，凡夫也是人，佛菩萨也是人，一个对事实真相明了，一个对事实真相不明了。我们说清楚，说明白了，一切众生都欢喜接受啊！佛法确实是这么说的，我们没有说错，没有会错意。我们要学佛菩萨。在今天社会，尽量要降低自己生活水平，为什么呢？表演给别人看，生活水平降低，不是不能过日子，一样过得很幸福，过得很快乐，过得很美满呢。与大众相接触，也能够随缘，绝不固执。我在早年学佛，辞去一切工作，跟禅云法师
在普里住茅棚，禅云法师是个持戒的法师，戒律持得很清净。他老人家吃午，晚餐不吃。我跟他住在山上，生活跟他完全一样。我吃午没有上山之前，已经就有一段相当长的时间了。以后我离开他了，到台中跟李炳南老居士学教，我才晓得李老居士的生活比出家人还要简单。我们出家人早晨还吃一餐，他早晨不吃，他一天吃一餐。我们出家人比不上他了。所以我跟他的时候，我就试试看，再进一步跟他学。我把早餐那一餐省掉了。我到第八个月，我才告诉他，我说我现在也一天吃一餐。可是我的一餐比老师吃得多。他一餐那个小馒头，那个一点点大，两个，我要吃三个。他一天生活费用在那个时候台湾钱2块钱，我一天生活费用要3块钱。那个时候台湾钱跟美金兑换呢1:40。1块美金换40块台湾钱。那么换一句话说，李老师的生活一个月只需要美金1.5块。不容易啊。他不是没有钱，他收入很好啊。当时他是奉司官府的主任秘书，待遇很厚啊。奉司官是孔德成、孔老夫子的后代。那个奉司官在台湾政府相当于部长。那么他的主任秘书的时候，这个地位就很高了。所以他拿薪水，还兼几个学校的教授，所以他有很好的收入。他除了这一点生活费用之外，所多余的钱全部捐出来做慈善事业，一分都不存。修一切苦行，他苦到什么程度，我们从旁边只看到这么一点，老人家往生之后我们看到了内衣全是补的，他自己补啊，袜子补的，没有一双好袜子，底全是补的。现在他有一个这个纪念馆，都陈列在那个地方，大家都能看到。一分钱的积蓄没有。可是李老师一天到晚欢欢喜喜啊，见到人都笑眯眯的。他快乐得不得了啊，
真的是身心欢喜啊。我们跟他坐在一起如沐春风啊，感受他的磁场啊，不说话也愿意跟他坐一段时间。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这个就是修一切苦行。我跟他那个时候从参云法师那学了点习气，也很严格。老师把我叫去，他说你不行啊。我说怎么不行啊？他说你是小乘啊，你可以自度，不能度众生。我说那怎么办呢？要随缘啊。晚上有人请李老师吃饭，李老师带我一道去，叫我坐在他旁边，随缘，跟大家结缘，不要执着。我这才明了，原来菩萨是这种做法的，一定要跟众生结缘，你才能广度众生。但是有一些是，特别是初学佛的人，在社会上有身份地位的人，他对于佛教情形不是很深刻的了解，他只有这个时间，有时间很沉浸的情理，你要不去，舍你摆架子，你瞧不起他。人家得度的机缘呢，到这就断掉了。你为了你自己，戒律清净，你这是自私自利，把人家的法身慧命的机缘断掉，你不是菩萨。我们这才恍然大悟啊，才知道佛法里头说最严格的戒律都有开戒吃饭，它是活的，它不是死的。所以你一定要懂得缘机缘，什么时候什么环境自己应该要怎样做，要有智慧呀，这不是感情。以后我们在大乘经上读到，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生欢喜心，所以才晓得大乘法为什么法华会上佛要这个嘱咐末法时期要弘扬大乘，我们才懂得唯有大乘才起现代人的根基，与现代人的想法比较接近了。可是自己修学要培养自己，不从苦行当中你决定出不了头来。自己一定要用苦行来磨练自己的身心，把自己烦恼习气磨掉啊。特别是忍辱波罗蜜，有不少人肯修，忍不过，忍不过就把自己前途毁掉了。佛在《金刚经》上教导我们，一切法得成于忍。
所以学佛首先要建立一个正确的观念，哲学家所讲的人生观、宇宙观，如果这两种观念正确，菩提道上就一帆风顺。人生观，我这一生活在这个世间，为一切众生服务，为广大的社会服务，决定不为自己，这是佛菩萨的人生观。虚空法界一切众生，是一个法身。大乘经上常讲，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一心一智慧，这是佛菩萨的宇宙观。这个看法决定正确，完全没有错误。我们首先建立这个正确的观念，这个观念引导我们一生。我们展开经卷，自然正解、正知、正见，落实在生活上，正行菩萨行啊，一切佛菩萨安排，能够搞成功，一切众生之福啊！我们要尽心尽力为大家服务啊！搞不成功啊，众生没福报，我们自己有福。为什么呢？省事了，就不要那么样操劳了。众生没有福，我们自己有福；众生有福，我们自己要操劳。所以一切佛菩萨安排啊，不要自己操一点心。当然我们也嘱咐一切众生，能得佛菩萨的护念，能够得到一切善神的拥护，消灾免难啊！我们不怕辛劳啊，再辛苦我们也欢喜去做。这个叫学佛，这叫学佛，学菩萨。学佛菩萨的生活，学佛菩萨处世待人接物，学佛菩萨为一切众生服务，牺牲奉献是世间人讲。佛法里头有没有？没有。为什么没有呢？牺牲奉献，有我才牺牲奉献，无我谁牺牲奉献？
啊，佛法把我执、法执都放下了，还有什么牺牲奉献的？啊，所以牺牲奉献里头不干不净啊！啊，佛法才是真清净。净宝月天子，他给我们做示范。啊，这个是诸佛如来实现的，为一切众生修苦恨。啊，这个话诸位要听懂，为一切众生修苦恨，是众生眼里面所看的。身心欢喜这一句是双关语，这个里头的意思很多啊。就诸佛菩萨来说呢，身心欢喜，凡夫看到的啊，他一切苦行两个不同的境界，这是一个说法啊，是就凡圣两边来讲的。如果就凡夫这一边来说，凡夫看到佛菩萨的生活行持，也能够生身心欢喜，这个身心却决定没有疑惑，对佛菩萨信得过，啊，这个身心是这个意思，欢喜接受佛菩萨的教诲，那么由此可知，身心欢喜有程度上亲身差别，这个差别很大了啊！我们一定要懂得，我们学佛如果得不到法喜，就很容易退转。为什么得不到法喜？没有能够真正了解佛法，也就是说缺乏正解正信，所以你得不到法喜。正解正信我们中下根性的人决定在多闻，所以不能多闻就没有办法成就自己的正觉正信，没有正觉正信就得不到法喜。多闻从哪里来呢？一定要自己发现。多读、多讲解、多研究讨论。讲解、研究讨论，就是古人讲的参学。啊，我们讲给别人听，讲给别人听就是自己学习的心得报告。啊，报告完了之后
向听众请教。请教不是几句客气话，认真向人讨教啊。所以我们的学习不够啊，没有认真向听众求教啊，只是在台上讲几句客气话而已啊，请大家批评指正。下了台之后就永远不想干了。时时刻刻要向人请教啊，下台之后当然散课了，人家要赶着回家去休息了啊，无论在什么时候见到，在什么处所见到，都亲切地向人家请教啊。上一次前几天你听我所讲的啊，有没有疑问啊，我哪些地方讲得不妥当，要亲切去问啊，人家才肯说啊，否则的话我们听到背后批评啊，他跟别人在一块批评啊，哪个人哪个人怎样，当着我们面呢非常客气非常恭敬，我们不能得意了啊。所以要多多向人请教啊，真心向人请教，我们才能得利啊。实在没有人怎么办呢？我们今天还有个好办法，你们每一位同学每一场讲演都录像，回来把自己录像带好好的看看，自己批评自己，这是个好办法啊。没有人批评嘛，啊，自己来批评，这个方法过去没有，过去没有这个条件，现在我们道场有这个设备，有这个条件。所以希望大家不能错过，务必使我们的道义学业，我们不敢讲天天有进步，至少要达到月月有进步啊！一年十二个月就变十二个样子啊！能住在这个地方两三年，就有很大的成就机缘，可遇不可求啊！一定要抓住啊！啊，学习的机会也跟开经记所说的一样，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们有一天的时间，这一天决定不能让它空过啊，要好好的把它抓住。好，今天时间到了啊。